顺利利，风风火火，美美满满，阳光灿烂，斗志昂扬，飘飘亮亮，身材飞扬，虎年虎月虎财虎气都虎虎生威。我祝福你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再祝福你顺顺利利，风风火火，美美满满，风风光光，坦坦荡荡，夏日暖洋洋。嘿嘿嘿，虎虎的人生咱们虎虎的闯闯，虎虎的尽头就要虎虎的唱。豆豆，哎呦喂，闺女儿，哎呦，想死了。好好好好，不哭了不哭了，来让爸爸看看。哎呦，不哭了啊，哭什么呀？爸，嗯，你胖了呀，前天在上海，你还有腰呢。瞧你，敢嫌弃你爸？你爸现在啊，去一酒吧随便打一响指，就得有一群小姑娘过来请我喝酒。光荣啊！怎么，你爸这样不好啊？那不行，你想找老伴，必须我点头，否则不许往家带。找老伴儿？行行行，你爸现在一个人活得自由自在呢，找什么老伴儿？不找。我来了，你就不是一个人了。嗯，走吧。啊，走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咱往哪儿走啊？回家，上车慢慢给你解释。哎，你别，等会儿。你妈呢？咱们先溜，一会儿上了车给他发个微信，然后关机。你这孩子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咱俩前脚一走，你妈后脚就得报警，说我绑架你。公，人家毕竟一次都没错过，我在公司的那点股份可不可以退出来？我问你啊。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做事儿，也是我第一次那么渴望成功。都说天道酬勤，我为了这个公司，我三年没去过夜店，我戒烟戒色。我跟你说，老天爷不会亏待我。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不成咋个办？没想过，就是这么自信。怎么了？关键是这个陈曼这么凶残，我害怕你见到他。连话都说不利索，不可能！小爷我见到他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壁咚，邪魅一笑。霸总早就不流行，有你。那流行什么？会撒娇，懂礼貌，张嘴就是姐姐好。可以啊，只要大姐愿意把评估报告重新给我写一份，我豁出去了。至于这么拼吗？我这回要是失败了，在我爸那儿就永远都翻不了身，所以这一次是背水一战。这次算我的啊，够哥们儿啊！这边走。那这个朋友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你打电话，我专门给你留的。行吧，我自己来。哎，阿姨。啊，这边。妈，你看，这儿有这么多吃的，你想吃啥就在上面直接点就可以了。我以前在这打过工，攒了不少消费券，随便吃。以后你少在外边打工吧，把书读好了，比啥都强。就我们那学校，年级第一，也不一定能找个好工作。没考上好大学。
这事儿得赖我跟你爸。你爸就想着赚钱了，也没顾上你。你说我这些年吧，我净盯着你滑冰了，我也没操心你学习，钱儿钱儿没挣着，还把自己姑娘的前途给耽误了。你说我这些年瞎忙活些啥呢？你说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没一件事顺心。哎呀妈，没有。不过，如果我爸真的出轨的话，你打算离婚吗？必须的呀。嗯，那好，既然要离婚，我们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。做啥准备啊？调查取证，必要的时候还得找人跟踪拍摄，获取我爸出轨的确实证据。你用那玩意儿干啥呀？确保起诉离婚做财产分割的时候，让你少吃亏。婚内出轨，最高法的意见是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，最大限度的照顾无过错方。你咋知道这事儿呢？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打过工，这种案例我见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离婚要钱都是小事儿，还有要命的。你咱家本来就没钱，你我跟你说，这要上法庭，那分了钱律师费不够、啊，那就得协议离婚了，那是需要谈判的。你确定我爸肯离？还说啥呀？他跟那女的见面第一次就跳交际舞，你说我跟你爸多少年了，他请过我跳交际舞没？你会跳交际舞吗？我会唱歌啊。你爸请我唱过 K 吗？妈呀，我请你唱还不成吗？来，麦克风在这儿，那儿点歌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不吃。你吃啊。唱就唱。喂，哥，你一会儿有事儿吗？我想用一下车回趟老家。哦，行行行，那我等你，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。好好好好好，见面说。嗯。体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施舍，不去计较你太多，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。妈，你这瞎唱啥呢？怎么就绿色了？你爸干那混蛋事儿，我还不能借这个发泄一下情绪啊！行行行，我不劝你们了。一会儿啊，有车送咱们回家。要回你回啊，我在哈尔滨挺好的。不是，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哈尔滨干嘛？疯了？你不陪我呀？我能陪，那我爸能乐意吗？到时候他再杀过来，可拉倒了吧！他一个人在家，撒丫子了。是啊，没有人看着，他想干啥就干啥，太爽了吧。嗯，哎，不行，你得回去，你得替我看着，这马上要过年了，这万一有人上咱家一推门一看我不在，那还不得问，哎，你媳妇呢？出去旅游了？不能吗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你不在，话语权就在他那儿，他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他敢？你说他俩不能背着我旅游吧？有这可能。最近三亚的机票和酒店都在打折呢，亚特兰蒂斯豪华海底套房，窗外就是水族馆，跳伞、帆船，还能和海豚一起游泳。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，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，然后就回家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能让他俩舒坦了。嗯，拿包。好。哎妈，你等等我。
菜放多长时间？你过来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没有新鲜的食材，再好的厨师也做不出好饭。哎，做不了就说做不了的，别怨地球没吸引力。有米吗？有，新米，上个月刚买的。要不然我焖锅米饭吧。啊，对，完你再弄俩荷包蛋，再拍个黄瓜，一桌菜齐了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，费这么大劲就整锅米饭。啊，等于你这不修表的吗？死米。啊？死米？我也听说这玩意儿还有活的。是。大米从脱壳之后的30天开始，生命力会逐渐减弱。米厂为了改善大米的卖相，脱壳之后会去它的种皮、骨皮、胚芽层，还有骨粉层，然后再进行抛光。到这个步骤的时候，它的营养价值已经丧失殆尽了。虽然这种米很适合储藏，但是它的表层会发生氧化，甚至霉变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快别叭叭了啊！你就说能不能做吧。我试试吧。赶紧拿着俩去呀！你这哪是做饭呢？你直说吧，你这到底想研究啥？和经验相比，我更相信数据，数据更稳定，也更全面。做饭还和数据有关系？是啥？不知道。淘米的时候手势很重要，因为搓这个动作力道不太好掌握，如果劲儿使大了，就容易把米搓断，会影响最终米饭的口感。妈呀，这还得按个摩呗。淘完米之后，要把米放在水里面多泡15分钟，让它尽量吃透了水，这样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均匀。洗澡都没这么费劲。有水吗？你淘米用的啥呀？淘米可以用自来水，但是煮饭呢，最好蒸馏水，或者是用纯净水，因为本地的水质偏硬，有机物含量偏高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蒸馏吧。拿着拿着拿烧水呀、啊！是啊，这得啥时能烧？不会见那么蒸大米饭的，神奇啊！这人不行啊。咋了？你做个饭装神弄鬼的，满嘴尽是些怪词儿，指定脑子有病，拉倒吧啊！我经过大量测试，用明火煮饭的时候，水和米的比例是1:1.24；用电饭煲煮饭，水和米的比例是1:1.32；中火190度煮8分钟。还什么还？然后再转小火，140度煮6分钟。等他做完饭，把人都饿死了。刚吃完饭。关火之后再焖11分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妈呀，这是煮个饭就这么麻烦，这要是做菜不得活活累死啊？是。这比做实验简单多了。小时候一个味儿，嗅觉中枢离记忆中枢最近，所以特定的气味会引起特定的记忆。那就是闻着屎味儿还能想起小时候尿戒子味儿呗。你闭嘴。谁先来？咋的了你？中毒了？我尝尝，那大米饭吗？咋着？你快尝。要说话说话，凑合吧。我尝尝。啊，大的。
你就不用。你留下了。我关键虽然没啥钱，也没啥。放什么瓜子啊？矿泉水、方便面、啤酒，有要的吗？来，花生、瓜子、矿泉水啊。方便要吗？刚才见你爸了。没啊，你看到他了？闻到了。那种劣质古龙香水味儿，这么多年没变过。不说啥了？没啥，就是互相打了招呼，问候了一下。你怎么弄得跟做贼似的？他是你爸，我能不让你见他吗？寻思啥呢？这么着，爸爸向你保证，三天之内就看你去。你不许骗我！爸爸不骗你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俩拉钩行吗？啊，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拉拉钩，耶！房子我不要，钱你都拿走，把豆豆留给我就行。留给你，你能照顾他吗？你不在的时候，不都是我在照顾他吗？是你还是你妈呀？这有区别吗？这当然有区别了。他自己有妈，他为什么要奶奶照顾啊？再说你妈一辈子一天福都没享，为什么给你带孩子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？你要真的爱他，起码你要替他的未来着想。你要真想留在他身边，可以。你先能够证明你自己能养活你自己，行吗？快过来，宝贝。走了。不要妈妈，不要妈妈。你这次自作主张的来东北，是他的主意吧？真不是，他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是不是怕他把我拐跑了？你真想留在东北啊？那哪能？我要是走了，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得寂寞死？寂寞我倒不怕，就怕你明年考不上重点。初中三年是打基础的三年，你要这基础没打好呢，你以后怎么去考那些国外的名校？非得留学吗？国内也有很多好大学。国内的大学就必须985？凭啥？未来的职场啊，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。就算是硕士毕业，也未必都能找到工作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职场失意呢，我也可以养你。可是田小姐，你确定要啃老终生吗？先去我学校，行李还没收拾呢。要回家过年啊？本来想后天走的，这不家里有点急事儿吗？今天回了。我把座子给你调一下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暖风我给你开大点啊，你不是怕冷吗？最近怎么样？哎呦，就那样吧，学校里都没啥事儿，出去打工呗。哎，阿姨。你俩咋认识的？淼淼是我侄女的滑冰私教，每次上完课呀，我就开车顺路把淼淼送回学校了。别瞎讲，我跟伟哥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。我也没说啥呀，心虚啥呀你啊？阿姨，你就别多想了，我跟淼淼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淼淼在学校有对象。谁呀？不是，你别听他瞎说啊，我
我每天打工补课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你好，开车。我觉得那男孩真不错，你要是不把握机会啊，就便宜别人了。哎，不是谁，你可开口也没谁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，那别瞎掺和嘛。哎，不是他刚才不说了吗？能做好吗？不嫌累呀、啊。要不给您送送阿姨？那我不用。哎，要我帮你吗？不用不用。你对淼淼就一点意思没有？阿姨，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？她就是我侄女教练。那你对她也挺好的。我真没有，阿姨，真没有。哎，你要回去啊？啊，正好有车。你啥时候回家呀？哦，我后天的票。哦，对了，上午大春哥过来找过你，找我干啥？啥也没说，留了一封信，稍等啊。嗯。淼淼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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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回家啊？哎，阿姨，你看那个男孩，那就是我跟你说那个，他才是淼淼男朋友呢。这个我看不了了，还你。哦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过完年，我就要去深圳了。哦。我爸托人找的关系，著名的律师事务所，干满3个月就能转正。你想去深圳吗？啊？这些是我之前做过的菜品啊，只是一部分。我回国的时间还很短，还没时间研究新的菜品。哎呀妈呀，那图片谁在网上不会加呀？真有意思。你加一个呀？你咋不加呢？你给你登的太远。这也太厉害了。这，以你的水平，在北京、上海找个工作，该很容易吧？其实很难，因为稍微不错的餐厅很难让我这种新人做主厨。他不也是个新人吗？新人好啊，新人稚嫩。那你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餐厅？我想了，我也找了，只不过找来找去。就你这儿最合适，餐厅嘛，口味很重要，环境也很重要。你这儿，不管是从地理位置，还是从装修风格，都堪称完美。哎，我在网上看你这照片的时候，就已经感慨了。那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？这个，不应该是雇主提吗？完，马上就得崩。就咱们老板那抠劲儿，要是能超过3000，我把我这手炸着吃了。每个月5000，税后。哎呦，炸了炸了！这老板也真敢说，这家兜里一分钱没有，欠咱们这么多饥荒，张嘴就5000。人民币。否则还能是韩元呀？你是找主厨的吗？大哥，你没有工作经验呀？至少你没当过主厨吧？哎呦，5000，在我们这儿已经算是高薪了。之前我那个厨子才2500，你不说你一个月工资4000吗？说之前那个厨子，之前有厨子吗？不行。这样，试用期5000，如果能赚钱，奖金肯定少不了你的。真没这么简单。你这儿的硬件确实是很棒，但是管理出现巨大的问题，细节那已经是令人发指的地步了。嘿，你来我这儿是应聘总经理的吧？服务和卫生跟不上去，也是会拖我后腿的。回头就让他们大扫除。还有呢？还有啥？你和这儿所有人都没有服务意识，你看看他那一个个的，哪有精气神啊？感觉随时就会辞职和跑路。他咋还叫你娶老婆来了？但他说的的确对呀、啊，
不是，问题是我对他不热情吗？我感觉挺好啊，我那谁是老板呢？你这要想成为顶尖餐厅，所有的事儿必须按我的规矩来。三年之内，亚洲最佳前五十餐厅，你要没这意识，咱俩别聊了。你这还不削他？你在跟谁说话？跟谁俩啊？啊！料子，你闭嘴！小雪，你赶紧把他轰出去。老板那忽悠你呢吗？这不是啊？哪那么多话？有亚洲五十强，哎，给他厉害的，削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。合作愉快。薪资的问题还没聊完呢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5000，税后。这样吧，1000。啥？只是基本工资，厨房我包了，餐厅的利润咱俩5/5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凭什么呀？哎，你知道我盖这儿花多少钱吗？光修路就花了我大半年。我这儿的家具、摆设、餐具、酒具全都是进口的。我那个灯瑞士的，沙发芬兰的，还有那咖啡机法国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儿的餐具所有的一切，我3000。饲料、房租、工人怎么算？我每个月给你1万，厨房的人员开销归我，剩下你全包。成交。还有什么呀？你身上的香水味太浓，这也是不专业的表现。我建议你今后妆尽量化淡一点。我就抹了一口红，这也叫妆浓啊？你确定你没画眼影？我这是黑眼圈，最近间歇性失眠，心情不好。那我请你少喝点咖啡吧。这也不是幼儿园，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替你看儿子。我有事儿。知道你有事儿，没事儿你也不会回来。这里不是家，这是招待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陈三明，你平常在山里我都不说啥了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怎么着也得回来住2天啊，不然人邻居都笑话我了。再说吧，这刚生了几个小的，没人不行。怎么着，你还得给驯鹿喂奶啊？三个孩子打小你也没这么伺候过。我咋没伺候过呀？那老大媳妇你给找的呀？妈妈去俄罗斯那卢布你给兑换的呀？那老姚那个民俗还提老姚的民俗啊？当初要不是你在背后死撑着他，你说他敢做到现在这样？知道吗？他这马上就要倒闭了。我跟你说，陈三明，咱们家好不容易这几年顺顺溜溜的，你怎么着？你是非得做成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咋的？你走，你走了别再回来。你出来完了，出来。回家带点特产。三块一，老弟，管上你，硬顶。四块钱，你让我顶啊？管饭带鱼，要不要？撒开带个二，要不要？妈，你是不是特饭东北？没有，为啥？你是东北人，土生土长的，可你身上一点东北人的影子都没有。东北人应该啥样啊？要不唱个二人转给你听？反正我爸一看就是东北人。比你那些同事啊都帅，都 man。man 说的是内在，不是外表跟气质。你身边那些男的都特虚伪、特做作，没一个看得顺眼。我觉得我爸挺好的，他跟我说过，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自己擅长的领域。有些人适合写小说，有些人适合画画，有些人啊天生就是科学家。看啥呢？那小子学啥专业的？法律。真的呀？我看着不错呀，那模样小气质还挺阳光的，比你爸强多了。
你喜欢，那你拿走不谢啊。咋说话你呀、啊？你别瞧不起你妈。跟你说，我要年轻二十岁，我指定不学你爸。当初好像是你追的我爸爸。谁说的？你爸说的呀、啊？那么不要脸、啊，那不是劳模吗？一表人才的。那谁知道啊？他后来你说干的混蛋事儿那玩意儿。知人知面不知心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我嫁给你爸瞎了眼了。你消停点吧。那个，你别听他瞎说，那件事儿还有待调查呢。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，不许给我爸乱扣帽子。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施舍，不去计较你太多。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。苗苗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不是你不是明天才回来的吗？我回来当裁判呢。不是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大早起来干嘛去了你啊？啊！我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让人绑架了呢。呀，我绑架了你都不去报警啊？那我要被撕票了，你还不得放炮啊？哎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咋？你来大姨？你大姨妈来了？你说谁？你大姨妈来了？哎爸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跟崔雪到底咋回事？谁？哎，苗苗，你看那表情没？哎，你看多像啊！我说啥来的？指定不能承认。拉倒吧，你们吃饱了撑的是吧？那伦理剧看多了吗？你我只爱看韩剧，伦理剧只有你妈爱看。哎，不是，那都挺好，你没看吗？那不是你妈让看的吗？还说那主演像你爸？那主演不像我爸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长多像个一模子刻出来的。你爸那大眼袋，那疙瘩都能养鱼。你们不光眼袋像，人家故事里他秃头不像啊？他哪根抓着？哎，这行了。这楼都歪成平角了，能不能先说正事儿？啥正事儿啊？说啥正事？崔雪，崔雪怎么了？崔雪，我同学，我跟我同学见个面不行吗？哎呀，在哪儿见的面啊？外边啊？咋的了？你说清楚点，外边是哪儿？歌厅、舞厅、农家乐、电影院？哎，你胡说八道啊！我从来没跟崔雪我们看过电影啊，交际舞总跳过吧？跳过吧？啊，跳舞那算俺俩算偶遇，那钓鱼农家乐也算偶遇？不是，你这大人的事，小孩别在这瞎掺和。我妈都离家出走了。不是，胡明，你到底想干啥玩意儿？你作啥呀？你想怎么的？你想啊？啥叫啥玩意儿啊？你看过你照片啊？外头这么冷，你咋不进去呢？屋里憋屈，出来透口气儿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再感冒了啊！哎，不是陈阿姨，您还没吃饭呢吗？要不咱俩找地方垫吧两口。行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就那家面馆不错，走吧。胡梅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作啥？你疯了你啊！才疯！不是，你还搞什么离家出走？你3岁孩子，你我就是活到99，我也不能允许我老公搞破鞋。谁搞破鞋了呀？你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跟崔姐，俺俩真的啥事儿都没有。哎，你跟他亲过嘴没？亲过没？真有意思。亲过呀。牛过来，牛过来！别甩你走啊！挺贵的。多少钱呢？1000多呢。这么贵呢？我今天我弄死你！俺俩那不是八年以前的事吗？俺俩8年以后就不能上了。你呢？我都问你亲家亲过没有？
时候游荡在日落大道，有一只鸽子它落在我的肩膀，它和我一样不太想说话，也和我一样眺望着远方。黑色的烟囱旁有红色的夕阳，蓝色的湖面上那琴声多